哎，那个现在就是现在教我们年轻人哦，放上去，然后盖起来，再压上去。对，好来，那我来点火，你开了还没有？等我。好，火有了。好，OK，这样子就搞定了哈。好，然后关掉，来打开，然后把它退出来。这边先搬起来，退出来。哎，哎，林老大，你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哎，来过来过来，麻烦没有？哎，那我不会拍到，我尽量不要拍到人哦。那这边，我会鼓励大家都去尝试这个东西啊、哦。来这边，这是卡式炉啊。卡式炉的话，它好处就是可以吸带。哎，这边烫的哦，这边烫的。来这边放过来，这个缺口放这边，然后手指把这个搬开，这边不会烫，搬开来，放进去。对，还那些没有到哈、哦。好来，然后这边压下去，这边压下去。好，OK。然后呢，这边关起来。好，我来点哈、哦，我来点。那等一下，你把这个转开就好了，听我的。好，转开。好，OK。好，关掉。好，就留着。OK。好。